让开，让开。来，大力来。准备了。就要厝中毕业嘞，唔啦袂通做些，还当要读书，来哦。那嘿，刘家乡又是安乖猫哟，日子又几好嘞。慢一点，没关系哈。金生嫂，哎，金生嫂啊，哎，王明生，王明生，金生嫂，你去三地门再采我回来了。是啊，对了，王明生。意思意思，谢谢你帮我介绍生意。哎呦，不行不行啊，我们家弟姑从小就要身体不舒服，都是你免费拿药给我们的啊，我怎么可以收你的钱呢？那些药也是我以前做护士留下来的，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你说的我都知道了，反正啊，你再不把钱收起来，以后谁家需要财我，我都不告诉你了。你好，就是对我这么好。啊，对了，阿福婶啊，这是山上的同伙送我的野菜啦，来，你带回家煮吧。哎呦呦，我
我自己都在卖菜的，还拿你的菜？这个不一样哎，这种野菜哦，在我们这个平地很少吃得到。好啦，就不要再跟我客气，不要拒绝我，来，拿回去，拿回去。我们都这么熟了，你还这么客气的？我没有对你客气，平常哦，你都照顾我这么多，我本来就要好好谢谢你的。对了，你之前休息了一个多月，那个头痛贫血的毛病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啊？哦，这个老毛病啊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虽然说这趟三地门哦，路是蛮远的，但是只要我累了，我就停下来多休息几次就好了。你呀，一定是孩子生多了，月子没有好好的坐，是该好好的休息一阵子，好好的调养身体。就是因为家里孩子多，所以我才想说哦，出来多少做一点生意。你看啊，孩子都快要开学了，这两个小的不算呢，家里还有五个等着要注册。靠我今生在农会拿的薪水怎么会够用？那是啊，因为你们家特别疼爱孩子，要是换做别人，家里负担那么重，等孩子大了，早就让他们拿出去外面工作赚钱了。别人怎么想我是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今生有说过，耕田爱养猪，养子哦要读书，什么钱都可以省，这孩子哦读书的钱绝对不能省，啊不是，说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你们这样想啊，很好很好，幸亏啊你们那些孩子啊都很争气，成绩也都不错啊。虽然真的啦，我跟金生哦，真的很辛苦，但是哦，牙咬着忍一下就熬过去啦。幸好啊，你们家金生有个农会的铁饭碗，要是换作是我们家，哪负担得起？万福生，谢谢你的金口。许金生，你这什么意思嘛？我下午要到县里开会，连着大半年每次开会。我们农业推广的绩效都垫底，你要我怎么交代？帮帮忙吧，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先把你亲戚答应种的那几甲地的毛豆都先算到这两个月的业绩上，有困难吗？总干事，我知道我的绩效不好让你很为难，可是我表叔那几甲地他还没有做最后确认，就把它登记在那个报表上面，这样子会不会？什么？你在跟我开玩笑？之前你告诉过我，他们不会反对的，怎么？总干事，您先不要那么激动嘛。我的绩效不好虽然是个事实，可是我已经在报表后面有一个附加说明，我把我们所有遇到的困难，我都把它整理终结。你开会的时候可以提出来跟上面反映。你们不要装没事，业务推不动的话，你们偷偷回去吃自己。总干事，这个政府鼓励农民改做更有经济价值的作物，这个本来就是一件好事情。可是这个每个地方的地理条件都不太一样，总干事，哎，其实哦，农民的想法都很简单的。只要政府辅导跟推广的那个奖励办法有确定，这个业务推广起来事半功倍。问题是现在省政府连担保收购这个事情也没办法确定，我拿什么叫他们配合啊？好了好了，你不用再讲。我现在问你，临近乡镇的几个农会啊，他们的绩效那么好，你做什么解释？他们绩效好，那个都有原因的啦。不然你自己去问问看。哎，我现在在问你，你叫我自己去。简单讲啊，大家都在作弊啊，这个事情啊迟早会出问题的。你是专家啊，你人说会道，我现在不跟你变毛豆推广系统系，我现在只求你这一次的绩效能更好看一点。我错了吗？我错了吗？买菜买菜哦，来来来，韭菜茄子买菜哦。哎，照顾弟弟哈、哦。汪福生，哎，汪福生啊，哎，那个卖竹笋芋头的阿婆，
今天怎么没有来？啊，你不知道，阿婆那个生病的独子昨天下午已经走了。啊，阿婆的独子走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上个礼拜还问阿婆，她还跟我说她儿子好多啦。这要怎么讲呢？阿婆啊，年纪轻轻的就守寡了，现在连她唯一的儿子也走了。听说啊，阿婆连帮她儿子买棺材的钱都凑不出来耶。这样子哦。对呀，所以啊，我们在这附近一起做生意的人都有在商量啊，看看大家的能力多少帮阿婆一点忙，至少要让阿婆能够安心的帮她儿子处理后事啊。那也算我一份，你说一个人要出多少钱？哎呦，其实很少啊，你有这份心意哦，已经够了啊。你刚才不是说要帮这些孩子准备注册费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阿婆现在哦最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。可是你现在的生活也过得很辛苦啊，而且你跟阿婆又不是很熟。反正啊，你们就算我一份就对了。我们今生哦，今天领薪水啦，孩子的学费应该没有问题。再说，阿婆现在哦最需要人家帮忙，我多少做一点善事，也算是为我的家人哦积点德啊。你哦，一定是常常做善事的，好心有好报，所以啊，才会生了个女儿，又乖又会读书啊。你在说我们家优喜？当然当然喽。上次啊，我去参加我们阿弟姑的毕业典礼啊，有看到你们家优喜啊上台进行那个县长奖耶。哎呀，其实他领县长奖、局长奖啊，那都其次啦。我现在最希望的，就是他考女师的事哦，赶快确定下来。有啦有啦，你之前有讲过啊，啊女师的考试已经考完了哦，考完了，过几天就放榜了。哟，看你那么高兴，是不是考得很不错啊？你既然问我哦，我就老实跟你讲啊，我家优喜考完试以后哦，他对他自己哦好有信心啊，而且他现在每天哦都玩得好开心，我想哦一定没问题的。真的？哎，那到时候别忘了要请客哦。我请天请我一定请啊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放榜那天哦，你们都来我家，来我家，我请大家吃土鸡。哟。你们大家都有听到哦，金生嫂要请客了。恭迎恭迎，祝你金福金庙。有有有，恭迎恭迎。对呀对呀，我们内部出一位老师了呢，恭喜。恭喜恭喜恭喜啊！好好好，托大家的福，都来让我请，都来让我请客。好好好，恭迎恭迎。许金生，你不要以为我为了这个官位来强迫你作假，我都已经六十几岁了，我随时可以退休回家养老。你要知道，我文荣会没有被纳入公务体系中，也就是说，大家捧的不是铁饭碗。我会这么做，也是为了同仁着想。我知道总干事是一片苦心，可是那几甲地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定下来。这种花花假假、雷公会打的事情，我徐金生做不来。哇，哎，金生跟那个总干事会不会打起来啊？不要乱说嘛。不过金生哥哦，平常斯文斯文的，交口常开又没什么架子，没想到脾气这么……哎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哎，你懂我，你太年轻了，不知道徐金生的个性。不是哦，金生他的个性倔，而是哦。总干事他踩到了资金生他做人的原则跟底线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谢哥说的对，金生哥有原则，他有所为有所不为。哦，听到没有？有些人的私底下就是很会讲，你看哦，像总干事在发脾气的时候，一句话都不敢吭呢。拜托，刚刚你跑得比我快，缩头龟。我哪跑比你快，你才跑比我快，好不好？拜托。上班时间又聚在一块聊天，摸鱼打混啊？啊？满姨，我们不是在聊天。金生哥啊，刚刚进去跟总干事报告啊，农会推广的事情。哇，吵得超激烈。是啊。我们担心。哦。哎，金生在里面差不多已经半个钟头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出来。这样啊。哎，满姨，你知道我在农会上班最喜欢看到谁吗？哦，当然是美丽又大方的满姨啊。少跟我来这套，你至
些甜言蜜语啊，留着去跟那些年轻的师妹讲。你们啊，会喜欢看到我，是因为我负责发薪水。不要这样讲啊，真的漂亮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开玩笑了，买妹。在场的你最资深，你要不要想个方法，找个理由进去，帮金生打个圆场，好不好？对啊。是哦，我进去看看。嗯。金生哥出来了。金生。金生哥，你会刮胡子了哦。没有。没事啊。还好吧。我看哦，全农会上上下下，敢跟总干事呛呛的，就只有你徐金生了。老谢，你不要害我啊。跟总干事相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他大声小声为我好，只是大家出发点不一样而已。啊，好了好了，金生别想那么多，快来领薪水吧。来，这是你的薪水，点点看哈，点好了在这边盖个章。哎呀，盼了一整个月就盼这个，哎，谢谢了，辛苦啦。好，老谢，这是你的。好，点点看哦。老谢，这是上次跟你借的，来，点点看，点点看，你就留着用吧，不急啊。点点看，看你们说啊。好，谢谢。小李，谢谢了啊，谢谢。其实哥不用那么急了。还有阿全呢？哎，金生哥，等一下，我们真的还不缺用，不急嘛。没有人这样子的，希望哦借钱能晚一点还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是。金生哥，你的小孩不是又要开学了吗？到时候注册还要再借一次。对啊，这样借来借去很麻烦呢。上个月要借钱的时候就答应说领薪水的时候一定会还，我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？金生哥啊，哪有你这种人啊？刚领完薪水还一还又没什么钱了，现在还笑得那么开心。嘿嘿，你们没有听过一句话，无债一身轻。而且呀，这个月不一样，我老婆身体好多了，那个柴火的生意哦卖得不错，我们有收入啦。哼，你们年轻人哦，你们还没有结婚，没有小孩。不太懂，当父母的啊，就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啊，顺顺利利的去上课，一点小小的希望。我们哦，少一点欲望，多一点希望，穷也可以穷得很开心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君生讲到开心了哈，你们家大女儿啊，尤喜啊，今年能够顺利考上高雄女师，那才是真的大快乐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，你女儿当老师了。哎呦，好命呢，要轻松喽！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还有两天才放榜。恭喜啦，先恭喜你啦！会上会上，不用担心。金生啊，恭喜你啊，又是金榜题名啦！真是太好了。阿瑞，阿丽，快点啦，仔细检查。高雄女子师范学校第二阶段复试。全彩同学就位，要右眼测试开始，下左右上左下下左上左右，这么厉害，下左右上右下右左上右左上右左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慢点啊，左右下右上上下右下左，恭喜徐彩同学智力2.0，顺利通过第二阶段复试。哇，你们好厉害哦！特奖回来了。特奖。哇。哎，怎么样？你们那几个小萝卜头在玩什么？笑得那么开心呢？啊！都讲，你看，那是跟学校护理老师借的视力检查表。哎呦，视力检查表啊，哈！对啊，你很厉害，一个奖就通通都背完了。真的？而且现在的视力有2.0哦。啊？你视力有2.0？对啊，这样我第二阶段复试就不会被刷掉。搞错了啦，那个学校哈，你录取以后去报到，学校就会帮同学做体检，只是要让你知道自己是不是身体健康。豆奖，你才搞错了吧？我同学说视力检查没有通过会被刷掉，哎。哎呦，没有这种事情，没有这种事情，这个录取了不会变卦的啦。真的吗？对哦，学校老师都有戴眼镜。
那我一整个下午岂不是白练习了？你太紧张了啦！姐姐被同学骗了。笑什么笑啊？我想跟你们讲啊，姐姐现在是迫不及待的希望学校赶快开学，她赶不及要到高雄去念女师了啦。姐姐接下来要去高雄读书啊？是啊，尤其考上的是高雄女师啊，是不是啊？高雄，你看我们家很远的。我不要姐姐搞，我不要姐姐哦，这样以后让她讨论掉。阿丽呀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，你们大家通通过来。哎，豆角跟你们说，其实哈，我们屏东也有师范，知不知道？那豆角为什么当初答应姐姐去考高雄的师范，不是考我们屏东的师范呢？因为姐姐老师有说啦，姐姐的功课非常好，毕业成绩有85分呢，可以向更高难度的高雄师范来挑战。姐姐棒不棒？棒。所以啊，你们每个都要向姐姐学习，你们长大以后考大学，还有可能考上像台北那么远的学校啊。台北比高雄离开我们家更远呢。阿丽呀，哎呀，豆角知道你舍不得姐姐，而且你从小就跟姐姐睡在一起，没关系，你又睡不着的话哈，跟豆角一起睡好不好？好。不要。豆角打呼很大声。啊。卡奖呢？还没回来哦。还没。哦，卡奖还没回来，啊，你们玩得那么快乐。晚饭还没做哦，忘了。阿瑞，你去，你去找我，你去新米。可以了，你还在那边干嘛？赶快去找我。阿瑞，我来就好，你来切菜。做什么风凉话？哎，人家几个孩子，家里就这么几个碗，又弄破一个了。我讲，上次姐姐弄破碗的时候，你不是拿椰子壳砍成两半来当碗吗？怎么样？你要豆角去现在找椰子壳哦？你卡讲看到你们拿那个椰子壳当饭碗的话，他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啊？那现在要怎么办？那赶快把那个菜煮好，饭做好，等你卡讲回来再看着办吧。啊？阿杰，你要看什么？欺负妹妹啊！啊，那个刚刚拿扫帚把它扫一扫。啊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做的做那么简单，看两个人就准备割你的肉吧。割你的肉啦！没关系啊，赶快坐下来吃饭啊。哦，豆角，你都不知道，你今天哦运气好好哎，在回来的路上哦，那神隐自动找上门，又有两户哦给我订柴火呢。那个，记得把柴给人家准时送到啊。好。哎，二姐。赶快去拿碗添饭吃啊！你不饿啊？啊，我知道啊，姐姐今天摘了很多白蜡，一定是白蜡吃太多，吃不下了。对，我不饿，我不饿啊。你光吃白蜡不能当正餐吃，快，赶快去拿碗添饭吃啊！哦。
来，出餐，出发。这就对啦，三餐呢、啊、要正常的吃，嗯。哦，谢谢卡奖。阿奇拉，你不要顾说话，吃饭啊。你的碗呢？我。你的碗呢？对啊，我碗呢？对啊，你的碗呢？你的碗跑去哪里了？啊，我当然没有放在前面啊。啊，掉桌子底下了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到底什么事情？一下又洗流没有碗，一下你没有碗，你们以为你们在变魔术啊？又洗，你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卡奖，对不起啊，今天洗碗的时候，我们把碗打破了。啊！我才不好的碗，你们把碗摔破了。好好好好，把碗摔破，你跟我撒谎。他讲，你干什么？不要这样子，等一下你又慌。我 你不要管了，跟我撒谎，把碗打破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也是一样。团长，还叫白白跑，因为滚到他家旁边就去不了，打不了了。又不是我打破了，为什么我要死呀？啊！你们撤吧！哎，站住！他讲好了，给我回来！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你这样子等一下又不来了，就说了。哎呀，你看你，就说嘛你。哎呦，气起来！哎呀，碗破了就破了，你还出一张嘴一直念他们。来来，这个给我，这个给我。撒谎！撒谎！好了，好了，喝水，喝水。哎呀，保不齐是这样。好了，卡江。我怎么那么衰啊？碗又不是我用破的，为什么是我挨打？大哥，对不起啦。打都打了，整个还有什么用？没关系啊，你二哥的皮比水牛还厚，打两下不要紧。妈，水牛皮就不会痛了。妈。在弄那个碗呢、啊，你看看这几个孩子，碗都碎成这样子，想补都没办法补。好了啦，哎呀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啊，这碗都已经破成这样子，你能怎么办呢？啊，倒是你啦，每次教孩子的时候气成这个样子，哎，卡姐，你要是气到倒下去起不来，那我怎么办？你放心啦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。为了这几个孩子，如果阎王爷要来抓我，我一定跟他拼命的。那你就跟他拼嘛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趁你去平通读农校，一转眼休息就要去高雄念女师。这孩子从小就帮我不少忙，照顾弟弟妹妹，帮忙做家事，这都全是他的责任。现在突然之间要离开我们身边，我真的有点舍不得。原来你也会担心游戏啊？嗯？什么话？我自己的女儿，我不心疼啊？那他要去念女师了，你还这样子，不知道留给他一点面子啊？脾气啊，又打又骂的，哎，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啊！哎，尤喜才不像你说的这么小心眼。从小到大，我发完脾气啊，
每一次我都蒸两个地瓜给他吃，他一高兴啊，什么难过的事全忘了。那你也不能因为又许他这个个性比较直没心眼啊，就对他特别苛责。哎呀，不跟你说了啦，跟你说半天你也不懂了。总之又许啊，他不会放在心里的，他知道我这个卡长对他要求特别严，因为啊，我最重视我这个大女儿。哎，又许，嘿，刚好刚好，把豆角那个阿姑不用拿出来哈。哦。嘿嘿，又要去拉琴了，啊？睡着了啊！哎，都睡着了，别逗他啊！睡睡睡睡睡，哎，哎呀，我脸没洗干净啊！今天发薪水，薪水带给我。就知道你要问这个东西，哎呀，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嗯，钱怎么这么少？哎呦，上次不是讲过了吗？老谢他们借我们钱的时候说，这次领完薪水以后要全部还给他们嘛。哎，那你那边不是应该也有一些钱吗？我哪有钱？哎，不是。你这个月那个柴火生意不是都弄得很好吗？哦，怎么样？你那边没钱了？就是那个阿婆，阿婆很可怜哎。哪个阿婆啊？我上次不是有跟你说，有个阿婆卖竹笋、卖芋头，她唯一的儿子昨天过世了，连买棺材的钱都凑不出来。大家就商量，帮忙阿婆。刚好我身上有钱，我就跟大家一起帮忙阿婆喽。哎呀，我本来是计划好的嘛，想说这次还了钱，那我们就是不是可以开始来存钱？而且我看你这个月那个柴火生意又卖得那么好，哎呀，说不定这次我们可以破纪录了，不用再跟同事借钱。他就这个学期就可以帮小孩子缴注册费，你没事干把那个钱借给那个阿婆干什么啦？不是借，是捐。是。生气了？我能生什么气呀？哎。好了，紧张，对不起，这样你就头昏。钱收了就收，哎呀，这几年啊也一样了，关关难过我们是关关过了，啊，跟钱收了就早点休息，啊，我也累了，你身体不好，早点休息好了，没关系的，哎，我徐金生哦，做人还可以，信用也不错，哎，你别担心，这个事情啊我来处理就好了，嗯，可是。
可是孩子的注册费钱不够啊。喂。喂。你这样也能睡着哦？想要像现在这样天天抱着姐姐，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姐姐，高雄很远吗？非常远，大概就像大哥那样，要隔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回到家。阿丽，你在家里要乖乖听豆讲跟卡讲的话哦。姐。金生嫂，恭喜恭喜嘞！恭喜你们家又是哦，金榜题名嘞！哎，真金啊！恭喜恭喜哦！嘿，恭喜恭喜恭喜！金生嫂，哎，你看啊，我们在来的路上啊，看到别家的孩子考上高中啊，都有在放鞭炮，所以啊，我们大家就去买这么大一串的鞭炮来，想说我要把它挂在一个地方啊，大家热闹一下哦。哎，唱啦唱啦唱！哎呀哎呀，闹热一下啦！哎呀，这样就不用了啦。怎么可以不用呢？哎呦，要啦！哎，你女儿考上高雄女师呢，这是天大的喜事，怎么可以不用呢？哎，我们就把它挂在身上好不好？走走，挂那边上，挂那边上，真的不用了。真的不用了。各位不好意思，我们家这个优喜他没考上了。啊，优喜落榜没考上女师哦，啊这那。不好意思，就是谢谢大家的好意。哎，这纸炮用个三哦。哎呦，人家都落榜了，你还讲了什么话？走，回家回家，落榜了落榜，回家吼，啊走，走啦，回家啦。不好意思啊。徐云晨，你给我过来！哎呦，卡姐，我说你，过来。你考完试以后，你说你考得很好，非常有把握。考场到处去跟人家说，说我女儿，她马上就要去念高雄女师。结果呢，你将会是我们东平村第一个当老师的。大家这么看重你，你竟然……你不要吵，不要把她说完。连老师都说你程度非常好，一定没有问题。你到底是怎么考的？啊？
还有。上次你太太昏倒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过，她孩子生那么多，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，有贫血的问题，一定要做好好的调养。那我太太现在怎么样？补血针已经打下去了，体力会慢慢恢复。可是她这个病呢，真的要长时间做调养，除了不要让她太过操劳，千万记住，不要让她再受到刺激。知道了，你们不要太担心了。他这瓶点滴打完之后，你就可以送他回去休息了。谢谢。豆角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你也不知不知道你大蒋的脾气，他就是那个样子，性子急。哎呀，谁知道我们会落榜呢？对不对？人生的事情哦，不如意十之八九，总是会遇到挫折，想要怎么去面对的，这比较重要。更何况天塌下来有豆蒋扛。我看你靠讲这个点滴要打完也不是那么快，你先回去照顾弟弟妹妹吧，啊！哎，现在一天到晚往外跑，陪他们做功课。哎，靠讲点滴打完，豆蒋会带他回去，啊！有什么事情，豆蒋回去跟你商量，哈。去，快乐一点啊！阿瑞煮给你们吃的吗？嗯，谢谢，我等一下再吃。哦，姐，我跟你讲个好消息哦，你听了这个好消息，我感觉心情好多了。好消息？就是你那个住在村里的同学李玉莲啊，我经过他们家的时候，发现他一边洗衣服一边掉眼泪，哭得好惨啊。玉莲哭得好惨。他为什么要哭啊？那还用说，一定是他也落榜啦。姐，你别那么难过啦。我听村里的大人说，不论是考高中还是女师，都是很难的。落榜的人比考上的人还多，你别那么难过啦。阿 K 啦，有没有考上是一回事，玉莲是我的好朋友，就算她也落榜了，我也不许你这样幸灾乐祸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开心一点。姐姐，这颗蛋送给你，这是母鸡生的第一颗蛋，我想送给姐姐吃，让姐姐高兴。阿丽，谢谢。可是卡奖的身体不好，我们把这颗鸡蛋留下来给卡奖明天早上吃好不好？卡奖今天晚上就回来了。嗯，好了，你赶快跟二哥进房间去睡觉吧。嗯，姐姐晚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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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现在在烦恼优喜的事情。优喜的个性已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每天他愁眉苦脸的。当初我真的不应该这么严厉的指责他。后悔有什么用啊？你倒是想个办法解决呀。担心变得有勇气了，当世界都变了，人情都淡了，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了。是你为我加油打气，就不再担心，变得有信心了。温暖因为你的正义，绝不退让，没有懦弱放弃，困难有什么了不起。安心来自你的鼓励，拍着胸脯，有我在，哦，没关系，安心来自你。安心